小朋友们，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，一定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关注哟。小米姐，你们好，我是豆姐姐，我是乖姐姐，我是桃桃姐姐，我是美姐姐。今天我们玩游戏的名字就是 Who Am I？ 我是谁的游戏？今天我们是个人对决哦。我问我是中国人吗？你不
是。那我回答一下，嗯，我是上帝，不是。我问了，嗯，是游戏人物吗？是，是，是游戏人物。我知道了，谁？马里奥。回答。我也不敢预测。那我们看下一轮吗？好。嗯，转过来，你转过来。好，那这一轮从呱呱姐姐开始问。我开始问啊。嗯，我是干什么的？你是？这个东西，你的职业有很多，你随便形容。我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觉得你现在职业呀，你什么都能做，你什么都可以做，随便选择所有职业。你想做你就能做。医生、护士，就是你这个人比较，就是你这个东西比较随便。我没有正在做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是女的。嗯，也不是女的。到我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公务员。你是公务员。到我了。嗯，我是男的，是女的？有男有女。啊，你有男有女，分不清性别。对，我到底是个什么呢？我的这个女孩年龄多大？跟你差不多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嗯，我是男的女的呀？男的。男公务员。我是国人吗？不是吧，不是中国人吧？中国没有。外国有。外国有吗？我是哪国人？中国也有。哪都有。中国。哪国都有。哪国都有。你这个是什么事儿？你可以仔细的猜一下。我是演员吗？不是。好吧。我喜欢吃什么？不知道。喝酒。喝酒。喝酒喝的老狠了，是吗？啊，那一瓶一瓶接一瓶。嗯，我是现实中的人吗？不是。现实中有没有不知道？不，没有，没有，现实中肯定没有这个东西。嗯，但是我存在在哪？这么说吧，电影无处不在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。反正我记得我上次看是在电影里。我记得我上次看是在梦里。我不是演员，我是几个字？俩字，杨子。到我了，我最擅长什么？你最擅长我最擅长喝酒。不是，是喝酒。你说不是是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是说完之后就太明显了。写作文啊，对，李白。哦，真的吗？正确。我其实还想说写诗来着，但是我觉得写诗就更明显。为你写诗。我有什么特点？夜晚行动，还吓人。你的牙正常。我知道了，我是吸血鬼。对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告诉我什么。嗯，我爱吃什么？我再问几个问题。大枣。大枣。我爱吃大枣。对。最爱吃的就是大枣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女孩，20多岁，爱吃大枣。韩导。对。来吧，我先问还是你先问？你先问。好，我先问。我是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好，问完了。我问，我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没有工作，你好像家里蹲。嗯，我在家感觉你很有钱。哪有钱呀？你怎么那么多提示呢？好吧，我很有钱。错了，很有钱，我在家里蹲。那我是个富二代呀！哎，好了，到我了。我是王。哎，我是啥来着？刚才男的。嗯，我年龄多大？啥的。哎，你的年龄大概20-300岁吧？20-300岁以下。我觉得我应该去世。有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1、2、3，三个字。好了，到我了，我几个字？你4个字。嗯，成绩名洋气。嗯，成吉思汗吗？揍他！你让他揍他，我揍，这个机会留给我。哎，
我挨完揍了。我问你了。我回答一个问题，死不着。我没有工作三个字。我还在世界上吗？你不在了。再见了，朋友们。我还在世界上吗？你还在。你在吗？在。确定我在？我是人在还是魂在？都在。你？哎，不一定。你的精神在。精神。有人认为你在，有人认为你不在。你被歌颂着，怎么？他问怎么一二三四四五个五个人回答他，我下回答，我对对对，行，你们五个回答啊，行，我好像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人是谁。好，那豆子，我刚才你们说的答案都是什么来着？我是三个字的，我不在了，我没工作，你没有钱，我还没有钱。那个谁？是你的小孩儿，叫谁来着？不是。哎，给我回答出来。苏乞儿。不对，再打。我没问呢。你刚才问，你是不是这个？我说不是。不是，我生前最喜欢干什么？最喜欢我生前最五个人都回答我，我给忘了。你先来，我生前最喜欢他们俩，我不知道。你生前最喜欢哭？嗯，确实。你们在说我吗？你好像知道是什么了都。我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文化。对，有文化人呗，这是。嗯，韩导，你说。我不能提示你了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嗯，是个古代人物吧？不是啊，不是，至今源远流长。我是个古代人物吧？不是，你是你是古代吧？算是。你，我知道他是男的女的吗？现在我林黛玉。对。我提示你，你问我，我提示你。哎，我能吃吗？不能。你可以给别人吃的，但是你不能吃。对。哎，你有周边，你能吃。把你做成吃的。对，你可以做成吃的。嗯。元帅。你确实能吃。你再问，基本吃的都是糖。我爱吃糖，不是，是把你做成糖给别人吃。对，我是甜的。嗯，你这形象是甜的，你在哪都能做成甜的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个老人，你怎么甜？圣诞老人。对呀、你刚才说了个老人。现在你也输了。今天的游戏我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实在是太好玩了。小伟，那你们在家里呢，也可以跟朋友们一起这样玩啊。哎呦，我都没有玩够呢。而且通过这个游戏，我们能学到以前没有的历史知识，没有对，丰富一下想象力什么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